哎，美女，行行好吧，美女，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，能不能给点钱呀？哎，我说，这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啥活不能干，非得要钱啊？美女，我不是不去干活，是因为家里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奶奶还在家躺着呢，还需要我照顾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去干活。求求你行行好，给我点钱吧。现在这骗子花样可真多呀，不是爹死娘亡了，现在又来个奶奶生病了。美女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不是骗子，求求你行行好吧。还找我要钱，我还不知道找人要钱呢。你这身上脏兮兮的，廖元奶。美女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想凑点钱给我奶奶治病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。可怜你，你这种人就不值得可怜。气，臭要饭。大哥，太谢谢你了。姑娘，你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在这里要饭呀？大哥，我爸妈已经不在了，只剩下体弱多病的奶奶还有我，我们两个相依为命。现在我奶奶病得起不来床了。其实我爸妈在世的时候，我家里条件还是挺好的。可是，一次意外，我爸妈都不在了。现在成了这个样子。姑娘，原来是这样，没想到这么可怜呀。是啊，大哥，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。我想着能省点就省点吧，就为了省点钱给我奶奶看病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家一趟，我给你拿点钱。顺便给你拿点吃的。大哥，谢谢你的好心，去你家合适吗？没事的，走吧。那就麻烦你了，大哥。没事没事，坐吧。那好吧。姑娘，先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就给你拿点吃的。着急，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再去给你拿。大哥，你真是好人。别这么说，我这不是看你有困难吗？这不是在帮助你吗？大哥，我这在街上都乞讨一天了，也没有人帮助我，只有你一个人帮了我。哟，小郭，这谁啊？这是我在路边看到一个姑娘，她在乞讨，我感觉她挺可怜的，就把她带。
我说姑娘，谁给你？这样的人，别人都这样了，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还羞辱别人。刚才我在这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。小花，你竟然为一个外人给我这样讨价，这么说我，我看这日子是没法过了。没法过，好，没法过就离婚。大哥，大姐，你们别吵了，这钱我不要了。你装什么装啊？装给谁看呢？你以为这样就有人同情你了？晴晴，真没想到，我就帮了一个外人，看清了你的真面目。真没想到，既然这样，咱俩不合适，你走吧。我走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你的心不善，人品不行。好啊，你个小货，有你放我的时候，离家。一转眼五年就过去了，当初要不是那位好心的大哥帮我，也不会有我的今天，也不知道这位大哥现在还在不在这里。今天我就是来报答他的。大哥，你在家呀？你找谁啊，姑娘？大哥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五年前我在路边乞讨，是你把我领回家，帮助了我。啊，是你啊，姑娘，我还真没认出来，你现在变化真大。是大哥，是我。快进来。来，坐。大哥，嫂子呢？怎么不见嫂子在家里啊？自从那次他走了以后，再也没回来。这几年啊，一直都是。
报你啊，是我愿意，不求报答。大哥，当年我就说过，这好人啊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大哥，多亏了你当年的帮助和鼓励，才会有我的今天。这个卡呀，是我报答你当年的帮助之情的，你拿着吧。姑娘，这钱你还是留着吧，我现在不需要。哎呀，大哥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。大哥，这个卡里啊有100万，算是我对你当年的帮助之恩吧。要不是你当年对我的帮助，说不定我和奶奶早就饿死街头了。什么100万？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用不起啊，你先拿着吧。大哥，你就收下这个卡吧，这5年呀，我一直在心里记着你当年对我的帮助之恩呢。不行，我当年只借给了你1000，你竟然还了100万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大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从你家走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我说这好人啊一定会有好报的，这不是今天你的好报就来了。这个卡呀你就拿着吧，大哥。那行吧，我就不推辞了。大哥，你现在都这么有钱了，你不说请我吃顿饭呀？对对对，走，咱们去吃饭。